各位网上的朋友，大家好，今天是9月20号，现在是8:58，我是吴继忠，是标股网站的主持人。股票交易是要练习的，要练习多久呢？这个要看个人的领悟力了。Hibiscus 大红花5199是我们标股兵法网站在9月17日所分享的一个股项。9月15日，是星期五。那么通常呢，我会在星期六和星期天的时候呢，就做功课啊，做筛选的工作啊。那么这个股项呢，就会在星期天晚上呢，就会发出给会员。当时我说 Hibiscus 5199，这里那个 stock 是写错了，索命之物。在9月15日是0.46收市，短期的目标价是0.475、0.485，中期的目标价是0.55、0.56。回抽率是21.78%，止损价呢是0.45。下面我也列入买入的理由啊，看看那个第一个图，那么如果你在这里看不清楚了，那么你就去往我们的网上去看看啊，那是 free 的啊，大家可以看到，可以看到的就是 free 啊，看不到的你就是要付费的内容了。你看这张图啊，9月15号收市呢，就看这个图。那么9月16号、17号做了功课之后就分享。那么九月，当然分享之后呢，会员呢就是应该在9月18号开市的时候呢，以0.46买入啊。那么结果当天它是稍微回退一点，0.455。那么你看看第二天，9月19号它也没有什么起。就是0.465，那已经是 T1 了。T2 呢？9月20号呢？因为 Public Investment Bank 呢这个研究报告说它的目标价是1.06，结果当天呢，它就从0.56就一直牛气冲天，一直冲到0.65收市。那么9月21号的时候呢，它是以0.65开市呢，那后来就起到0.70。啊，0.70之后呢，就开始滑落了啊。那么当天就以0.65收市。如果我是买这个股的话，我应该是会在0.695或者0.69或者0.68就脱手了啊。那么应该买入多少股？那就看你的那个本钱了啊。那么我这个客户呢，买了523张，基本上呢，他的注入资金呢，大概是224,890块左右啊。那么他已经卖了这个338张啊，还有184张还没有卖，就是价钱如果没有掉的话呢，他基本上还可以净赚4万多块啊。那么股票就是这样，就是你就是要看得准。你看不准的话，你就是让我们帮你吧啊！当然，如果你要赚钱，肯定是要有本钱了。如果是你没有本钱的话呢，你不能够向朋友借，当然你只有向银行借了啊。那么怎么样向银行借呢？这个也许我可以教你了啊。那么我相信要跟银行借一个10万块钱呢，如果是你有这个信用的话，应该是不是很大问题啊？那么当然，这个就钱生钱呢。啊，那么你就很快呢就会有钱了啊，因为你看我这个朋友，我这个顾客就投入20多万了，他就赚了一个10万了啊。如果是我们投入个10万，赚了一个5万，你肯定是没问题的啊。当然不是每一只股你都有这样的那个牛劲，这样的冲劲，然后这样的机会了啊，肯定呢。只要你功夫练得好了，你肯定呢就是可以赚到钱了。当然是，那么卖了之后还可以买回吗？哦。这个东西我们就是要追踪了啊，要追踪啊，一直要每天在追踪下去啊。那么如果你是我的群主的会员的话呢，我当然会跟你分析了啊。如果你想要参加这个群组的话呢，打这个电话0126979900，0126979900，我就会告诉你这个加入群组的这个方法和这个条件啊。好，谢谢。